再来看到是嘉义县布袋的高跟鞋教堂加紧赶工，确定大年初一是局部开放，让民众过年是多了个新去处。管理处长说，不过避免游客会大量涌入园区影响参观品质，要实施参观人数限制。如果过年期间到嘉义玩，也可以顺便到附近的故宫南苑还有彩绘村来玩玩。